本片由年糕企业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小嘟嘟。嗨，我是娃娃。这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还有这个我的糕。大家都知道我刚刚从泰国旅游回来嘛，我在泰国 7-Eleven 找到了十种杯面，这是我想要邀请娃娃跟我一起开箱吃这十款泡面。听到要吃十款泡面就觉得好伤身哦。OK 的啦，不然明天去做健康检查。好，废话不多说，我们要做泰国 7-Eleven 杯面大评比。那我们要先吃哪一种呢？先从不会辣的开始。那我们就先试吃第一款，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它长得像意大利绿咖喱，我以为是青酱意大利面。在泰国哎，泰国吃青酱意大利面太奇怪了吧？那我们就吃这个。哦。我们太傻太天真，我们还自备环保筷。它里面有叉子哎，它其实就是一小坨面，然后一个油包，然后一个粉吧。就这样。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这样子，绿咖喱汤，对不对？是绿咖喱的汤。对，是绿咖喱。那我们就来试吃吧。好香哦。好香哦。你先吃。好。好香哦。我觉得这汤很适合拿来配饭哎。会辣，嗯，真的是绿咖喱，但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不浓哎，有点淡。可是我的水没有加特别多，我是加在它的那个馅里面哎。我喝一口它的汤，嗯，完全被烫到了，我觉得太淡了，但是其实是好吃的。我觉得如果下次再吃的话，我水就不会加这么多，就会让它味道浓一点。这是什么？鸡肉？这是鸡肉吗？不是咖喱鸡吗？不知道它怎么可能真的跟你鸡。你知道这一碗多少钱吗？多少？你猜。20块。不用。15块。15块。真的很便宜耶。如果是0到100分的话，给几分？60吧。好，60，及格边缘而已。好吧。因为味道太淡。那我们来吃下一个吧。嗯。这个是辣气死。它这个长这样子。这次我水没有加那么多，好像没有泡到上面去了耶。哎，我真的觉得我水加太少了。这感觉会很好吃哎。这个。好香哦，这个汤，我觉得这个汤得胜哎。干嘛？冰棒叫？没有，先吃一口。我觉得多里多汁。是啊，奇多，奇多，还有这个，那个应该叫奇多。奇多，奇多泡水。哦，真的，奇多泡水，奇多溺水了。它不适合当泡面啦。几分？跟那个一样，60分。啊，这个我大概30而已，因为我觉得它有点泡面不像泡面，饼干不像饼干，它不守它的本分啦。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嗯，接下来是这个，是打抛猪吗？打抛的不辣猪，长这样。它这个有3包哎，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酸梅？不，啊，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料理包。这应该是猪肉块，我觉得。哦，这个感觉好哎，你觉得这是什么味道？统一肉燥面。对呀，一模一样。这个就是统一肉燥面的味道，然后它看起来像这样，那我们来试试吧。嗯，好像有点一般般。它闻起来很香，可是它吃起来，来你吃，失望了是不是？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觉？等一下，我喝个汤。可是我们水已经加很少啦，可是真的像统一肉燥面，只是它闻起来很像，可是它吃起来不像啊。有像，只是味道再淡一点。很淡哎。嗯。可是泰国人的口味应该也是吃很重的，因为他们又酸又辣。可是我觉得比那两个好吃。对，这个给几分？70分。70分。有70分。嗯，我可以70。好，那我们来吃下一个。这个它上面有写乘2，它上面有写乘2，火乘2，所以应该是。辣度乘2，好，它是长这样子，我们的汤都没有加到那条线上面，因为我们都觉得味道太淡了，然后味道是东洋汤的，也就是台湾讲的酸辣海鲜汤。这个我有点紧张，我爱这个，我爱这个，因为我在泰国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嗯，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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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嗯。辣度够，
浓度也够。哇，只能说爽哎、欸！哦，真的很好喝，真的这个，它的味道跟面配的刚刚好，酸酸辣辣的，但是它的辣不会让你很不舒服，它的辣是那种就是啊，刮刮你舌头一下下就又过了，对，一下就过了。这个我可以给到90分，你呢？我大概85，因为太辣了吗？还是没有？我要给他们机会。我90了。哎，这个真的很赞哎！前面都不知道在干嘛，无整眼。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它的那个是长这样子。哦，它就是这样子，就像哎，它连这个都不一样，给你的汤匙，狗咪汤。哎，不是哎，哎是泰国长米耶，真的。它其实感觉就是没有煮得很过头的稀饭，但是我们在泰国的时候凌晨有点一碗，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那他们泰国的粥汤大概9分满，可是米大概只会带6-7分满而已，有点像汤饭的感觉，不是台湾的粥，但是泰国的好像就是这样子。那我先试吃一口好了，我觉得这个到我点呢。我觉得感冒、发烧、生病，你无法出门的时候，家里就是要一个这个。说清淡，它其实算偏清淡，但它又不是说没味道的。你生病的时候，医生都会叫你吃一些没味道的吐司、没有味道的稀饭，但是这个是有灵魂的清淡稀饭，你试试看。嗯，是不是？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的？嗯哼。我喜欢长米，我也是。我们家的冰箱打开都是泰国米，我们家不吃台湾米的。嗯，真的有灵魂哎，是不是？生病的时候来一碗这个，舒服。这也不是死咸，就是有那个鸡，它有个香鸡，鸡香。这个粥你给几分？也是85，我有80分，80分，因为我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然后再来这个是蘑菇意大利面的感觉，这个是 seasonal menu， 是说季节限定？季节限定吗？哦，是吗？是吗？这是季节限定的，只要季节限定的那种，看到这种字，我一波买，我直接着迷。这是刚才的意大利面，我们来试吃吧。那我来试试看好了。来，有闻到奇多的味道了？有哎、欸，有没有总觉得不好意思？它只是这一碗换了包装，但是里面的内容物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奇多面，这个就是奇多不浓面，就是盗版奇多的味道。你比一下，嗯，它跟这个，嗯，这个我连汤都不想喝哎、欸。其实不难喝哎、欸。哦，真的吗？你不是挑战大怕吗？哦，有点像蛤蜊浓汤的，对，比这个好哎、欸，我觉得，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它那个太不务正道，不行。那它几分呢？你觉得？这个给它65好了，我也是65。好，再来，这个看起来就是辣的泡面，这酱看起来就好辣哦。哦，那个酱好臭，闻到吗？我觉得好臭。不然我只继续跟它哎，不知道什么酱，好像水沟之类的。我们等下还要吃它哎、欸。哦，好好。这个其实就是虾虾版东洋汤哎，我闻起来是这样子。来，因为你刚刚说像水沟，所以你先吃。其实我真的觉得它都换汤不换药哎，就是吃了这几款这样子，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可是味道比刚刚的淡一点，然后再辣一点。哦，好辣。跟这一款比起来啊，这款辣度比较高，这个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东洋汤。这个的话，它没有那么酸，但是它的辣度会滑到喉咙这边去的。这我不行啊，是，但是这个我老公应该很喜欢。原来水沟那么辣，它辣是大概水沟那个那坨。我觉得这个以客观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它是好吃的，所以如果吃辣的人，我是会推荐这款。这款以中肯的分数的话，我给个75好了。吃辣的人应该蛮喜欢这个的，但它比较不正统的东洋汤，因为它不酸。这我老公应该很喜欢。你又给他？有人提到我是不是？你来吃。刚刚说有一个我会很喜欢，是不是？哇，看起来好好吃啊！关键是我们在拍片，你干嘛这样闯进来？哦，还有这个。我在工作，你们在那边吃那么好的。不好意思，那我们其实要继续拍片，那你要不要就是？不好意思。OK，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每天晚上6点只能发布影片。我傻眼。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这个。它看起来很像海鲜火锅的感觉，因为它的图片是放在火锅里面，那两只超大的虾虾。哦，这个好酸哦！哇，
很酸哦。我起鸡皮疙瘩了。这个应该超过80。哇，这个颜色，这个香味，你先吃这个。哎，它每一个泡面几乎都会放一颗小小的奇多，真的。干嘛干嘛干嘛？我的第一名出来了，是它。这一款你给几分？85，我给90。OK， 我的第一名，剩最后两款了。这个，不好意思，嘟嘟要去大个便，我不行了，不行了是不是？对，好。真的是由于我水土不服的关系，我快跑去拉肚子，就真的要跟我这么不合吗？好啦，那我们现在来吃这个，这个感觉也是一个火锅系列的。这个感觉很多火锅料，哎，辣椒、鸭血、丸子，这个应该是比较肉类火锅的感觉。哎，这个也有地沟油，哎，所以很辣。这个很辣啦。这个一样有奇多，然后有类似像这是鱿鱼的东西吗？感觉像海鲜的东西。嗯，闻起来就是一个很奇怪、有点坏掉的味道。来吧，我们试吃看看吧。这个好黑哦，这个汤。哦，让我好害怕哦。嗯，是好吃的，真的吗？是好吃的，但是它汤很奇怪，酸到不行哎。如何？还好，我觉得没有到很酸。这个酸我不行，我觉得它就酸我不行。这我可以。那应该几分？我65。我85。啊，差这么多哦。嗯，这是第一个我们两个分数差距很大的哎。其实我觉得这一碗对我来说不是辣，是。是辣，对不起。我懂了，它的辣不是当下就直接扇你一脆配的那种，它就是到你喉咙之后就一直灌你的喉咙。对，我刚被它骗了。好，那我们换下一个，剩最后一碗了。这一碗呢，看起来像是还蛮丰盛的，但是我知道它里面并不会那么丰盛。这看起来像鸡肉，这个是河粉吧？它上面写 Thailand best， 哎，你敢讲自己是 best？ 来，那我们现场注意一下，哎，这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鸭肘，哎，我对这个还蛮有期待感的耶，这个有到我点哎，这就是河粉，我跟你讲，我在泰国最喜欢吃的就是河粉，又不会辣，对不对？对，而且很清爽，感觉也有灵魂，有。我觉得平平，我对他的期望太高了。不够，刚刚那种比较厉害。对，这个我50分，这个我60。他是不错，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对他太失望，太失望了。这50分好像比这个低。他这个至少是有味道，他这个是连味道，连他没有灵魂，他被榨干哎，很淡。对啊，这不行。以上就是我们两个对于这十款泡面的感觉。如果你有吃过的话，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还有，我要在这边卖一个抽奖活动，盛草会在盛草路的粉丝专页发这部影片，在这部影片的下方留言写上你最想要看盛草嘟嘟拍什么样子主题的影片，然后我就会在这些留言中抽5名送你们我去泰国买的伴手礼哦。影片结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点喜欢并且分享，千万不要忘记订阅盛草嘟嘟的频道，还有吴娃娃的频道，还有黑桃糕。下次想要看我吃什么、煮什么、玩什么的话，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